我的困扰还是因为我的脸比较小，然后就会显得我的肩更宽，然后所以我就会常常，但是我又一定要穿挺的，我不穿挺的我就会看起来更就是变得是圆厚，但我穿挺的话起码就看起来是挺，但是也是厚。像我今天也是，其实我也没穿内衣，因为我如果穿内衣的话，这边就会整个有一条线，所以会变得是只有一个优点。对，那你还得要跑第一个，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，我们会先打，你还得跑第一，对对对，不是，是如果我跟对方的实力相当的时候，我可以又靠优势，对对对对，但很难跑第一，对呀，对，所以我也是像欣美姐这样，还有的就是我的。人家都觉得像刚刚卞庆华卞大哥说，哇，我的脚脖子很细哦，真的很细，这样看就很细，对不对？是。可是如果当我全部露出来，哇，不好惹哎，尤其是后面，妈呀，就是，因为我这是刚退伍的脚呢，对，因为我这里细就会显得我这里更粗啊，我懂你的明白。其实看到姐的那个脚脖子的时候，就让我想到她以前，其实我从以前就是姐的粉丝，再惨一下啦，她还留了你的照片，我还留你的照片哎，你看，不要再拿出来，我自己都不认得我自己了。我第一次看到一路姐的时候，就真的觉得哇，女大十八变这个词，没有啦没有啦，不是用在这里的啦。很美，现在也是很美，不同的味道。然后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胸部就会觉得变得是比较刚好，然后这里就会显得我的脸跟这里就显得手小。可是我现在的困扰就是真的是全身胖，变大个。